啊，那还接着就是下一集啊，上一讲，我在那召开，这找到一个美国式的文革的批判大会，在这个批判大会上，最后的结论是，就是那个副会长他掌控住这个会场，这个副会长呢也很有意思。他自己说他是文革的时候在上海，他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上海市市委的秘书长，给上海市委的一个什么大人物做秘书的。我看不是，这话有点吹牛，因为他写的东西啊，我经常看到不是这样的，只是说他的一幕规矩还挺多的，就说不按章办事的。这个模式还挺多的，这个给我看来是不一路人的。他自己说他是西医毕业，分到哪里我不知道，反正他自己开诊所都不成功的。后来听说是开一个按摩院也被封查了吧。后来没办法，他就连工会的会费都。不是连那个针灸费都不交了，针灸那个学校的那些就是inactive，就是采取了这样的办法。后来这个他宣布哪一年不是选举年，说明年再选举。那个选举的顾问扩大会议就这样草草的结束，也批判了我。那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去就说把这些东西进一步的公布给大家，叫大家知道你这一帮这一次这这几个理事这几年的理事会，尤其是这个三人帮这些人，甚至包括四人帮、五人帮的这几个人吧，你们到底做了哪些不义，就是说违背法规的事情。这过来一年以后，说是他们要选举年了。当然呢，每个工会，这个工会呢是每2年要一次选举的，这是多年来，几十年来形成的一个制度。那么现在他们可能不选举了，因为工会太小了。原来大工会的时候还是人才辈出，很多能人都可以做会长的。那后来过了一年以后，他们的选举的声浪也确实出来了，后来就又选举了。选举以后，他们又一次又作弊啊什么做的，他们那一帮人也确实有些可能作弊。听说是这样的，我没有实地的经验考察，我没有耳闻目睹，但是我参与了他们这一次的选举的一个答题的过程。这个又成立了三个工会，这一个工会，我好不容易打造出来的工会又分成了三个。一个，后来他们成立这个工会呢，重新起个名字，我还参加了他2年的工会的活动，而且我是他的名誉会长，可能到现在也是名誉会长吧。后来因为有一些，有些观点认识的不同。我也不愿意去浪费那个时间去参加他们的会议了，因为，好像在立法性当中，他们老是参加的那个队伍不是我们原来参加那个队伍。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他们有人害怕我到那个工会做会长，因为我的影响力比较大。我的形象各方面，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他们也有人害怕我，说早早的就把我给，想有人有这么一个意思，我听说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说他们有人讲说我在那个工会做个，在网上讲的，说直接对着我讲，说你做那个副会长啊，不是名誉会长，你没有什么权利，怎么着给一个虚名字，虽然这个人是一个人写的。姓吴姓的一个姓吴的，他写的，但是
毕竟有这种有这种意见出来，我就再也不去了。就以后我就基本上就离开他们了。原来我还真的想着，有机会的话，条件成熟的话，能够把联合起来。我这边和那边联合起来，也有两三百人，两百多人也是蛮好的。然后在南加州又撑起了一片大旗。但是后来我看这做事的风格不一样，因为他那边呢喜欢吹吹打打的，我不喜欢。我们这边喜欢安安静静的，实实在在的，一老本等的做些事情，不喜欢那个把很多事情吹的，好像是遇到这些事情弄得乌烟瘴气的，我不喜欢这样的。后来越有这个情况，我越退出吧，我就不去了。大概这个工会的事情就告一段落，他们就分成了三个小的工会，每个工会大概有30个、50个人或者不足百人的，都成了一个小工会了。那我亲手，建立起来的这个工会呢，就有支离破碎，变成了三个小的工会了。那 我这边工那边有几个会员呢，也来到这边来了。这边的工会呢，还是不断的在壮大。虽然我们没有做很多的宣传，因为每个人都很忙。也没有做更多的工作，但是我们能做的事情还是都要完成的。比方说，在教育啊等这些事情，我们还要做的立法的工作，我们都要参与的。在做这个立法行动当中，我们这个工会还是在南加州还是首屈一指、首当其冲、首屈一指的，应该可以这样讲：积极参与、正确、正当。用这来形容，这是我在这个南加州这些工会的场合下，我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工会呢，就一直持续到现在，大家运作的都很好。南加州地区工会已经成了一个灾难的状态。已经有16个大小不等、支离破碎的工会，个人有个有的有些人呢，说是中医研究院，说听起来蛮头很大。大陆的不少人还认为，哟，美国成立了中医研究院，其实就是个几十个人的小工会。这在中国来说，相当程度上是欺骗了中国的人民群众。曾经有些人还1500块钱可以发一个院士，后来我也不客气讲，我说你们这样做是违法行为，是欺骗行为。院士你要知道，要用很多一个国家一个美国才有几个院士，你们一个工会的都1500块钱就给个发个院士，后来他们告诉讲我们是中文的，我说我不管你中文英文都是违法的，中文都不可以翻译吗？从后那以后，我跟他们讲出来以后，他们再也不敢发院士。我真的跟他们讲过这个事情。他们第一批是15个人，你挂在诊所里你是院士，你中国人去了你不再欺骗人吗？你是院士，太可笑了吧！一个中国一个专业吧，你想我说我肝胆外科，我在中国我应该竞争院士，我应该有条件，有那个资本。而且我可以成为院士，因为在肝胆外科，我会成为前3位人物是绝对没问题的，因为我有那个地盘，有那个条件，有成就，我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在美国那就很难了，对不对？美国就是1500块钱买个院士，这不太可笑了吗？这是顺便大家说到这些。那现在呢，在美国，尤其是在加州，那我想谈一谈，刚才也散散在在的谈了。其实美国的中医的发展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很关注。但是中医的发展到现在呢，确实是全美的中医队伍
不光是一般的中医师，或者是领导人物对中医的认识，在美国如何发展中医的认识，欠缺不足的，很欠缺。你比方说，这个 FDA 把中药划分为归纳为健康食品，你要知道，中医药是中国的中医主要的项目，主要的项目，针灸的项目相应的要次要一些，它的作用也次要一些。有些病单凭的针灸的效果不够好的，中医的效果加上去反而会好一些，包括灸。包括这个拔罐这些效果是有的，是在某些疾病当中还是不错的，但是有很多病症来说，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这中医呢，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和研究。那我的看法，中医在美国应该归纳为中医师的处方药，中医师的处方药，也就是说，你任何一个健康食品呢，或者用中药的地方，你卖中药的地方，你必须有个中医师在那进驻。你这个药厂，你没有中医师，不可以的，因为有中医师，你才能够把这个药物的各种副的作用，比方十八烷呐，或者那些药就直接就是有毒性。那应该是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除了进一步研究以外，就是现在所知道的这个范围，也应该控制在绝对的、保证的有限的范围内。那 FDA 是去控管，这个管法还是 FDA 管的，对不对？绝对后的结局还是由 FDA 管的，但是最少。中药在这里，美国不会乱用。现在的中药呢，在美国的状态就是说，路人就可以当医生，谁都可以。你只要你说你会开中药方，别人相信你，你开个方子，他就可以拿药。现在是这样状态。用我的话说，像卖饼干的一样，你随便可以挑着吃，随便可以挑着买，你自己开个方，你自己卖药就可以。现在是这样状态。这样的状态并不利于人民的健康，就是 FDA 做这样的事情并不利于人民的健康。要利于人民的健康，必须管控。还是一样，中国的一句虚话，中国的一句虚话就是说，是是药三分毒，这是老话，这不是治西药的，这不是治西药的，是中国的古老的一句话，是治的中药的。西药在美国只有100多年，120年左右，对不对？你看那电影，那个什么那个，就是陈道明演那个电影叫什么？他不是在北边去跟蒙古那去打仗的时候，他不发高烧带疟疾了吗？也有外国人给他了一个，就是金金大霜提取出来的那个什么那个叫这个芦葵嘛，奎宁。吃了奎宁以后，体温马上下来了吗？那个时候那个中药还没有完全传进来，还是刚刚开始而已。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就这么短的时间内，才有西药的那个中药呢，也是其实不叫中药，那就是生物的制品，就植物的制品制成了西药。因为没有西方的也有很多传统的一些。医学的内容，他们之间的就是慢慢的淘汰了。你像这个，就是它变成了西药的制品，就叫奎宁，那是做成片子你吃的，但是它从金金大霜里提取出来的，这个树里面提取出来的，这是印第安人那时候最早用的一个东西，可以治疗这个疟疾的，那时候疟疾发生率很高，一直到现在，不是南非那地穷的地方，
地区疟疾的发生率还是很高嘛。所以那个年代西药才进来，逐渐的一点点的慢慢越发展中药越多。不是越发展西药发展的就越多。适用的范围也广，现在新的药也不断的在出现，甚至现在是八项治疗的药物都出来，可能将来人类的更多的八项治肿瘤的甚至是抑制基因的改变基因的这药物都会相继问世，因为科学在发展。那这是西药它是这样走过来的，那个中药的就是你像我刚才说的紧紧的话上它有毒性，你吃多了以后很大的毒性就反应的，是不可以的。所以是药三分毒，这个意思是指中药的，不是指西药的。所以应该如何的监控中药的应用，在未来不管在中国在美国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中国也必须把每一中药它的含的成分，有效成分是什么，没有效成分什么，中毒是哪些引起的中毒，都应该研究得很清楚，都应该研究出来。你比方说这个手乌吃的久了，天天吃久了，八个月以后它会引起爆发性肝炎，这个怎么研，这应该研究出它什么成分引起的，都要弄得很清楚才可以写出来。就说你要用这个手乌的时候，它有个说明书，副作用是什么？公告给大家，像西药一样那样的规范做出来。那在中国，在美国来做这工作可能太难了，现在没人管嘛。但是这个做法到目前为止，这个做法也不对。这是开始的时候，中医研究的时候是这样做的。这个做法我自己提出来是不应该的，应该归纳为中医的出药方。中医毕竟在这里经过培训的，对不对？他中药他学一部分，将来要是归纳为这个中医的出药方的话，那中医的教育相应的提高，把中药的学的更多，把方剂都学的更多，知识学的更广泛，因为这是中医的主要部分，不是针灸，针灸是次要部分。主要部分如果都拿进来的话，次数要增加，那四线学是不是应该不够用的，应该增加次数。这样的话中医的教育就可以大大的提高，质量也提高，那中医的学生呢就可以各个方面的这个学生呢都可以加入进来，他们再来学中医我就会支持。现在他们来学中医，美国人学中医我真的不支持，我觉得这种人学中医的这种人都是大学各方面他派不进去了才来学中医。所以现在我有一个朋友或什么说他的小孩子学中医了，要美国长大也学中医了，我心里感到很别扭很不舒服，真的是这样，我很别扭很不舒服，你心理上我受不了这种感觉，那是人家的孩子我也顾不了，但是那就有这种感觉。不管你在我们这美国有很多中医，你的孩子可能也去跟着你学中医去了，我真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中医在美国的地位太低了，教育太低了，必须改革必须改善，我才能够在这方面才能够改变我的看法。那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方面我还是在继续的做很多努力，做这方面的工作，能够使我们的中医在美国能够更上一层楼。其实最根本的就是改革教育，教育必须最少提高到四千学士，提高四千学士大家都来读中医了，你那 chiropractor 可能就没人学了，因为它只是按摩的一项，脊柱按摩师，对不对？然后再接着是成为这个 Medicare provider，这法律地位你都定了，这叫美国承认的，联邦承认的，你的中医就可以大踏步的向前发展，跨上一个台阶。否则的话，就现在的情况，按照现在的国家的这个两个私立的盈利组织，我叫做的利益集团，他光靠的他自己钱的利益的，我需要办起来收不来学生，
我没有钱了，你的学校办的太坏了，当然没有人进去了。我不是说了吗？谁家的孩子学中医，我就瞧不起他，我心里都感觉不舒服。那为什么呢？为啥会这样呢？就是你的水平太低了嘛。我讲了是最低的教育水平，只是会扎个针，其他的也学了，学的就是似懂非懂，似是而非，一知半解，一瓶不满，半瓶光大。学了以后似神似鬼。美国好多学了中医以后，有些人真的是似神似鬼。我也看到过，在这儿学的中医，学了以后，他觉得我中医就是一个，天下无敌，啥病都可以治。真的是这个病人中风了，我扎一针马上站起来，他就相信这些东西。我真的有些中人相信这些东西，我不是这样的。中风是由不同的部位发生的中风，恢复的结果不一样的。有的你不扎针他也会回来，有的你扎针也没有效，或者说效果不好的，对不对？你不经过扎针，他对物理治疗的，他不也都好多恢复了吗？是不是这样的？社会现实不是这样。那时候没有中医啊，不是每个中医中风的病人都去扎针灸的。完全恢复的不是这个社会上到处是大量的有啊，对不对？那也有的来我这扎针灸，我有一堆病人扎了针又回来，他们老是告诉我讲，我是随便扎针给我扎好的，我都不作声的，我不回答他们，因为不是单凭我自己的作用，跟他们自己的发病的状态、严重程度、部位有关系，是这样的。但是有些人就相信他扎好的，他扎好的，我从来不这样讲话，不是我完全靠我针灸扎好的。比方说，如果他的椎体束的传导束受伤了，你扎扎试试看，他偏瘫，你扎不好的，他的线路断了，你把线路接起来又接不起来，你也没法儿给他接起来，怎么能扎好呢？什么方法也搞不好的，不管中药西药都全部都不会好的，他一定要留着后遗症，一定的，是这种关系。所以认识疾病呢，要从很深的方面去认识才可以。那我将来要讲讲具体的一些，在这方面的具体一些细节，我将来我会探讨我自己的看法。那我在这儿呢，就开诊所了，一方面兼职着这个中医工会的一些事情，就是说参加于中医的一些政治活动啊，为了提高中医的教育和中医的职业标准，我去做一些努力。另一方面呢，我还照顾我自己的诊所，还要把自己的诊所尽量做好。我在开业这些年来，也确实也做了一些事情。我在治疗疾病当中，每年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理论出现。那我现在呢，我第一个看法，我就在美国做了这么多年以后，我发现腰椎间盘突出这种病人，在疼痛病人的这个里边占的太多了。应该说，除了外伤，除了感染那些疼痛。应该说，就一般的慢性疼痛的这病人，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疼痛，我粗略的估计我的看法，占80%以上，我的病人里头应该占90%以上，因为我每天都在和椎间盘突出症打交道。这是有一个大的问题，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我这个提法可能大家还都不认识，包括西医他也不会认识到这一点，中医也不会认识到这一点。来了一个椎间盘突出的病人，有些人他把鞋脱掉，我看他脚趾头，我知道你是椎间盘突出。
很多很多的例子，他往那一站，我看的腰部我都知道的椎间盘突出，不用问，我就会说你椎间盘突出。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看法？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看法？这就是根据发病的机理和自己的经验，慢慢根据我自己的医学知识，中西医方面的医学知识，我得出来的结论。经常有来看脖子疼的，昨天来还看一个看肩疼的，右肩疼的，我的结论椎间盘突出。他与椎间盘突出相关，22岁的一个小女孩，她说我才22岁啊，那你都不会有吗？我说你做 MRI 去，一定是，我就这么肯定她，一定是椎间盘突出。很漂亮一个小女孩，中国小女孩，美国生长的，说几句中文，基本都说句英文的。她妈妈亲自带她来说是你这里太棒了，太好了，她就把她带过来，带过来看肩膀疼的。我一诊断，我一看，他妈妈在的时候，我没仔细看。后来等到他妈妈做了以后，我仔细看的时候，我看了以后，我说你自己摸摸，你这个腰不对称的，你自己摸。他一摸，哎，是这样的。我或者你回去告诉你妈妈，你妈妈说你都没有的。我现在告诉你了，你有脊柱侧弯。我现在不想说那么多，大概就说到这里。关于椎间盘突出，椎间盘突出呢，在下边会引起坐骨神经疼，压迫神经嘛，会引起坐骨神经疼。我们看的病人里头，我有时候说这句话，我们看的疼痛病人里头，有几个跟椎间盘突出没有关系，很少的。比如说卡姆坦诺，可能不没有关系。你比方说退化性的手指退化性关节炎没有关系，但是那些别人不多的，他也不来看的，对不对？那或者是网球肘，有些人没关，有些人有关的，有些人有关，有些人没有关，不一定。你仔细再问，你当你医生在看病的时候，你不能光看他的网球肘。你多问一下，你综合一下，整体来去观察他的疼痛，你会发现另外一种看法。要改变这种思维，我就是这样看病的。他来看腕关压迫综合症，或者是网球肘啊什么，或者是高尔夫肘，不管哪个，我就肩疼啊、肩周炎呢、啊，我都会观看他全身的变化。最后我得出结论，哦，你的疼痛与这儿有关系。我讲出来的话，讲给病人为什么会这样，他们都口服幸福的。真的，他们是口服幸福的。不得不服气，我说的话真的是这样。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讲，这些孩子，这些病人，见我一面，看我一次，他真的是终生得益。这才叫做终生得益。他的终生骨关节系统就会不会像着人老了腿先老弯腰驼背抬头驼背那种状态，不会往那里发展的，一定不会往那里发展的。我苏华昌医生不在这吹牛，谁说的我都不相信，因为我是中西医结合，中西医这方面的路子看房的问题不一样。因为西医这方面我看的太深了，看到骨子里面去了。因为我从头到脚的手术我都做过，那个肌腱、那个肌肉、那个韧带、那个关节，活体的、实体的我都见过，血管、神经我都亲眼看到过，血管我缝过。神经断了我缝过，断肢载肢我做过，所以现在我不做这些了。那些做这些的医生，就像我想当年医生，不会动手去做的，也理解不了动手医生他们为啥说他有效，理解不了的。
那我做这两方面的，所以说我有时候我会讲，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因为在外科做到这个高位的人也不多，认识这个充足的人也不多。虽然有些人是外科医生，他现在做中医了会做呢，但是水平达不到，你认识问题的能力还达不到，你看不了那么深远，你看不了那么深窄，你看的太浅，一平不满半平广的。所以有时候我会搁网上说几句话，叫就讲别人，你那是井底之蛙，海底之蛙。你看这世界不对的，不是那样发生发展的。我不客气的，原因就是你看到这个问题的不一样的。OK，所以说，我现在都可以说这么一句话。谁要愿意给我打擂台，我不管你是针灸的、中医的、吃药的、开刀的、外科的、chiropractor 的，不管谁，谁给我打擂台，谁可以找我。我现在公开讲出来，我面对全世界，中西医，谁愿意来治疗一些疾病，就是像椎间盘突出、疼痛这些疾病，谁愿意给我做，咱们可以协商一下。咱找10个、20个、30个病人，咱看看谁的效果好。我就有这个底气，我敢说这句话。好，说到这以后，我先说一说，就是我在美国这些年来研究的哪些，我最后有几个内容，我一点点的给大家解析。第一个就是我治疗这个。腰腿疼的，就是椎间盘突出这些东西的。腰腿疼其实除了这个膝关节退化性关节炎以外，腰腿疼都是椎间盘突出，就是膝关节退化性关节炎也是椎间盘突出造就的。因为椎间盘突出以后，跟我一会儿讲那个东西有关系，大家听听。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叫髂胫束，就是从髂骨外圈的地方有臀大肌附着那个位置，然后前边呢有这个髁前上肌的地方，有这个髂胫膜张肌附着那地方，从那儿开始叫髂骨。髂骨呢，然后往下走，走在这个走在走到这个髂关节的，就是大转子这个位置，大转子下边，它就慢慢的汇合到一起了，汇合这一些，汇合到以后呢，它又给腿部的一个神经膜结合到一起，所以髂胫束呢是人体最长的一个肌腱，也是人体最厚的、最大、最强壮的一个筋膜。因为它是三合一，这个三者合起来就叫髂胫束，其实它叫韧带，就臀大肌和髁筋膜张肌合成以后形成的一个韧带，它终止在下边的这个这个什么胫骨就是那个腓骨小头那个周围，它的有一部分纤维是终止在髌骨的外上角，如果这髂胫束收缩了、紧张了，那个髌骨会移位的。髌骨移位就会引起你那个髌骨已经脱离那个滑轮了，一个滑轮脱离位置就几天就坏了，很快就坏掉。一个髌骨脱离那个原来的位置以后，你的髌骨退化就会知道的，对不对？髌骨退化就预示着。你的膝关节退化，那是髌骨退化，就是髌骨软化症啊，这些是关节膝关节退化最早的一个表现。这人老腿先老，就是因为膝关节第一它最大，第二它是骨头对骨头，只有软骨垫在那里，它不像肩关节，肩关节是肌肉，它骨头不对骨头的，骨头的衔接不重要的，不用理的，它是每天的负重最大的。负重最大，再一个你要来上坡下坡呀，
下坡是钉他的，破坏他的，击他的，上坡呢它是有钢格作用，你的髌骨要用很大的力量的。你上坡头老是爬山的话，你的髌骨手会伤害的早的。如果你老是打太极拳打的多了，你打打拳的人，你的髌骨会受伤害的，会退化的早的，会这个引起的退化的关节炎就发生的早的。你能有退化的，你有椎间盘突出的话，你这个突出那一边退化的比正常那边要早的，这个道理就是这样的。那这个髂胫束呢，这一代呢，那我治疗的久了，我发现很多人呢这一代增肥增厚疼痛，而且有些人走路一样一早的一样的很明显的，我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髂胫束前张综合症。关于这一点上，我在北京、上海和华盛顿 DC 有三次的国际会议，我在那儿没有完全的细致的讲，但是因为只是半个小时嘛，但是我都报告了这个讲法和提法。我也希望就是说这个成为将来的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新的名字，命名与治疗，命名与治疗，就髂胫束前张综合症。前张意思就是这个这个髂胫束啊适用的过多，因为它是保持外人体的这个下肢平衡的，它有没有过多的组织支撑，它很长，它主要靠臀大肌和髁筋膜张肌在这支撑的，髁筋膜张肌都很小的，时间久了，这个肌肉臀大肌髁筋膜张肌都会发炎的。这个髂胫束这个纤维虽然它都是这个纤维组织，但是它也会引起炎症的。肌肉长期的收缩会发炎，肌腱由于肌肉的长期的牵拉它也会发炎的，肌肉受牵拉会发炎，肌肉不管是收缩不管是伸张，时间久都会有炎症，都会对肌肉造成伤害。如果说你是老是说它用它打它，你比如网球肘就是老是用它，那你往那个肌腱呢就会发炎。其实真正它的病因呢是在我掌的这个屈肌这个部分，屈肌用的多了，抓到那网拍很大的，那肌腱拉多了就会拉出来病来，叫网球肘。这个也是一样，臀大肌保持你的这个体位啊，增添用啊，跳啊什么，一天不同的在动，那个用的久了，这个地方会有炎症。炎症是什么意思呢？炎症就会有组织增生，组织增生的结果就是组织会变性。纤维组织也会变性，它有炎症，它会变厚、变增、变性。变性以后，它就会时间就会挛缩。挛缩就是前张，这地方都外边都紧紧的紧起来了，紧紧的。有的人走路都一条腿翘起来的，因为走路的把它腿都曲起来了，这个腿曲起来，那个腿也会曲起来，那接着就是说股四头肌一定会发生变化。股四头肌一定会挛缩的，不行试试看。很多人你往后拉了的，你股四头肌受牵拉着，后边酸疼，很多人受不了。上过50岁的人，我想80%都会这样。那多少人有椎间盘突出呢？我相信社会上椎间盘突出的人不是30-20%。应该还高，只是没有统计出来。过去统计的人都不可靠，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做 MRI 去见证才可以的。有人没有症状，他就不去管他，或者轻度疼痛好了就算了。就像我们年轻时候，我椎间盘突出17岁打了球，躺在床上2天好了，到现在都不知道，其实那时候椎间盘突出了。17岁考上大学了，高昂兴回到家里找老同学去玩去打球，结果打了球躺下不会动了，躺了2天起来了没事儿，好了，我可以断定那个时候我是椎间盘突出。这社会上这样的人多得很，
跳啊、碰啊，女人呢、啊，女的妊娠怀孕呢、啊，这个机会都是造成，椎间盘突出的一个要素。不是说一定是出了一个大车祸，或者他拿着摔下来一个大的伤害，椎间盘突出了，那个会有的，好多的，好多的，然后再加上一些退化的，一旦椎间盘突出，就是退化，这个关节早早的就比其他关节要早早的发生退化。所以说，椎间盘突出有些人可以治好，不对的，不对的。我在这里刚向全世界宣誓，谁要说他能够把椎间盘推回去治好，那是骗人的，不可以这样讲的，不会的。手术开刀只是拿掉了，也不会好的。相反的，我也不同意每个人都去做手术。做手术的话，只要你疼的没办法，经过治疗以后不好的，你再做手术，我也不反对。除此以外，我不建议做手术。这是我跟外科医生不同的，我更不建议把那手术啊给它固定起来，做个脊柱融合术。到了老了以后，他的椎间盘突出引起的那些症状一定还会发生的，一定的。那时候再做治疗难以，很难的，很不好用，很不好办。所以我也不建议，因为那时候他腰部固定起来，你治起来就非常困难。你想帮他们，帮不了大忙了，因为他那地方你动不了。只要那地方留有余地，我们就可以治疗。所以说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将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可以这样想，就是利用这些方法，可以不开刀去缓解治疗椎间盘突出，要成为一个大趋势，它会救很多人的，它会救很多人的。那我今天呢，就讲一个单一的讲有髂胫束前掌综合症这么一个意思，是我几年以前总结和发展的这么一个名词，叫命名与治疗。除了这个椎间盘突出以外，还有其他的，我总结了来我这诊所看病的，还有13种疾病都可以引起这样的症状。比方说中风偏瘫的，到老了以后，到一定时间以后，尽管他恢复了，走路一开始好像都正常了，他到一定阶段，他这个腿一定还会出现这个情况，髂胫束的地方一定会出问题的。为什么会这样？那我就不去介绍每个病人的情况，我可以解释出来他的道理的。为什么会这样？你像膝关节发炎呢，腰椎间盘突出可以引起膝盖，膝盖也可以引起髂胫束这方面紧张的，也可以引起的，因为这个都是肌肉啊、肌腱相连接的，都是跨骨关节相连接的组织，都相互关联。很多有总结了十几种疾病，比如说偏瘫的、截瘫的、椎间盘突出的，当然椎间盘突出还有其他的一些名字了，比方说不是椎间盘突出，但是有其他的腰的疾病的，总而言之引起下腰部、腿部有障碍的、功能有障碍的这些人，这些疾病都可能会造成髂胫束前掌综合症。这是我提出来髂胫束前掌综合症的意义在这儿。这个发生了以后，不仅只会影响到这患者的这一只腿，对前的腿，因为你这一侧腿呢，去了紧张了，那一只腿呢，你就用力多了，你不自主的用力就多了，因为这张图它保持不了平衡啊，或者你用着各方面不一样的，你怪怪的那个腿，你的用力啊，你不自觉的、不自主的，它就会减少它的使用，那你对这健康那个腿呢，一定会受牵连的，它会带伤，带伤的结果也会是带伤，失去带伤了，那就双腿都会去出来。所以有人叫长短腿，有人好多人椎间盘突出出现长短腿的。其实长短腿呢，就我说的，它的根本的要害发生的机理根本的部位还在髂胫束，
掐筋术才会发生长短腿的。好多人有长短腿，这些地方脚能够治疗松解，慢慢可以松解开的，可以改善的，不是百分之百改善的，百分之八十九十还是可以的，那他就会改善过来，就会对他的一生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他们健康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用我的话说，其实人要想保持健康和长寿，两个要害的地方，第一是我们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动脉 artery， 动脉健康人才会健康，动脉不健康中风心梗都是动脉发生问题的，还有很多疾病都与动脉，肾脏也与肾动脉有关系，肾脏里边的小的如丘动脉都有关系，肝脏的影响不大，肺心脑都与动脉相关，它的结果都与动脉的供应十分相关，除了肝脏以外，就是这些器官的衰老退化生病梗塞出血不通都会造成死亡残疾或者是落下终生的不幸，现在人类应该都害怕这些东西了。这是 artery 这么重要。再一个就是运动系统保护好。如果你生活的都很好，弯腰缺背的，走路的路做不好，你怎么生活呀？同时这些疼痛，这些生活的困境也会影响你自己的动脉系统，影响你的精神状态，也会影响你的生命的。这是一系列的相关性。如果把这两个地方保护好了，我相信人会活得健康，会活得有质量，活得有自信，活得有自信，活得长寿，活得幸福。那关于肢体运动这方面，我从事的比较多一些。关于动脉如何保护区，我相信将来有人会在这方面做研究，甚至会发挥更多的作用，会去如何保护我们大家，能够使大家能够长寿无疆。但是我今天或者将来我再讲的还是如何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运动系统，能够使我们健康长寿幸福，而且还要愉快才可以。谢谢。我今天暂时讲到这里，以后在这方面参加到我的业务方面的时候，在美国在这中医这方面去做了哪些事情，哪些看法，哪些发现，哪些发展，我慢慢的给大家有些地方有些事情我会给大家讲一些，好不好？谢谢。到此为止。孙会长，谢谢。好，下次再说啊。再说啊。好，周末愉快啊。 OK， 好。